今天专门带 Realme X3 来测试一下，看它的延时摄影、缩时摄影有多烂。就是哈、哦，要来跟大家对比一下 GoPro 8跟 Realme X3 的这种缩时摄影，夜景缩时摄影真的会差很多。嗯，如果你还在相信你的手机可以突破、可以超越那些相机啊、哦，实际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那今天等一下就用这个来测试给大家看，嗯、看看有多烂啊、哦！对，平常都说它有多厉害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缩时摄影是很烂，是没办法跟 GoPro 8比较的。嗯，好，拍一段。好。